因为他们在又抓盘子，我们去看一下。我们过几天我们交盘子又抓。走。哎，我带你上去看一下我家贴那地板。哎，你过一段时间你家里也要装修房子。哥哥，这一个房间多少钱？18万。18块。这个一个房间大概多少钱？里面是一个房间，地板材料吧，带人工费，也就是2000多块钱。这个砖在安康建材公司买的，就是这个砖的话，平地比较便宜一点。这个砖多少钱一块？这个砖15块。平地多少？平地可能要17、18块吧。这个大的多少钱？这个大的38块。这个大的是80，38块。哪里啊？是不是平平亲朋友们说的水磨石？这个不是水磨石，这是瓷砖，水磨石比这个还便宜点。啊，这个便宜好，我们买这个便宜点。娘，菲丽，菲儿是不是把李飞宇叫姐姐？对呀、啊，是杜比的爸爸，他哥哥，他的孩子，他姑姑给他结婚，是他姑姑给他叫嫂子。啊？他姑姑给他叫嫂子。我没明白。是大卫。芬姐，哎，你准备装修房子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家里这么骗人，你怎么还不找老婆？你看这个，这个房子还是大老婆呀？找不到嘛，那你给我介绍一个嘛？可以呀、啊，等一下我房子盖好了，我去接我妈妈。好、啊，哎，他妹妹长得挺好看的。来，给你介绍我们俩。好的，可以、啊。给你介绍老婆，今年都红了。难怪找不到老婆。你脸饭厚一点。我脸皮薄。哇，哎呀，好大好张罗。不，干嘛？闺女。哎。跟我们装修房子那个师傅来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哦，可以啊。要是同时，我要一块儿同时开始装的话，可以要便宜一点，能省钱一点。哦，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来，进来，他们不是来了，热身烤火。我是你粉丝，来坐。给你。哎。这个跟我们原先跟我儿子搬过房子的，哎，装的质量还。所以我又想、哦、这个房子我也想请他装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一块儿装？可以，我先给他带去看我们家房子。好的。进来。这个是我们家的厨房，我想这个弄灶，收台的这个灶。可以的，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做规划。这个专业不要，这个是你洗澡的这个水出来了。这个不用洗，后期我们会做房子，会做后厨。这一个水面的话是会洗完之后水上就有个热洗衣服，但是这里面走啊，然后后面的话一个洗衣机洗完开始放这个玩意，这个你已经规划好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个地方怎么弄？后期的话建议把它做一个，就是说上下的窗户啊，把整个封起来。这个一样。因为这个封闭之后，后期的话，咱们这个生活区嘛，晒衣服的话，灰尘也好一点，就是灰尘没那么大。这个装修的话，就是说，咱们的话，你看是半包，我们是做一些什么墙包的话，就是材料的话，我们移动的，看你想要的东西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就是你怎么了？我准备半包，材料自己买。啊，可以。这样都可以的啊，可以的。后期的话，我们把方案做好，把预算给做出来。啊，好。老李、啊、你帮这个老板说一下，我装修这个房子上少花一点钱。好。可惜我住这么好的房子，妈妈还在住，用泥巴做的。哎，妈妈那个油坊不是在赚钱吗？可以让她也把房子也修一下，然后重新盖一下吗？对，是我给她说了，是她想盖。对，你家里
再过去我们也有地方睡嘛，是不是？不用好几个人挤一张床。对，都没有地方睡。嗯，曼姐都睡在地上的。你们现在没吃饭吗？可以不了，我开车回去安康的话还得两个多小时。吃饭不吃，我们也才吃饭过了。哦，谢谢了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100多年前清朝就有人吃铜锅涮。这个、哦，这个好吃。这个，等下我给你舀啊。你要哪个？你要什么？你要这个，是不是？你要鱼丸子。我要这个。这个。老李叔叔。啊。就是呢，我们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吃火锅的打卡，你拍一个发给我爸爸。好，谢谢老李叔叔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要小心吧。嗯，好。